OK， 咁啊，師傅，咁啊，即系我又調翻轉轉頭啦啊！講開呢樣嘢，仲有咧，我曾經聽過咧，坊間有一個叫咩清宮山男山女，嗱嗰個咧只供一個參考。係嗱，如果喺玄學法科上，你可以風水上坐旺父母嘅身體狀況，嗯，咁咧同埋咧就可以喺法科上求子符啦。係，我哋有一套叫做麒麟順子符同埋觀音順子符，係可以嚟求細路嘅。同一時間咧，你就喺個家屋助旺翻嗰個父母嘅身體狀況啦。係，咁可以做。咁你話至於話求性別呢樣嘢咧，我覺得有所保留。我好實在嘅，即係你話係得就得，唔得咧都唔可以揀吹水嘅。係，咁係有呢個咁嘅古籍，但係個係純粹參考啦。哦，咁如果你話善信想追求求子。求小朋友嘅是可以求的，但是求的 gender 求的性别是不是真的完全 100% 呢，即是我觉得有所保留的，嗯，即是实实在在我们实践一点，okay. 即是不是说什么都百分百的嘛，okay. 即是我们宁愿就用法科玄学去助旺你家屋的丁位，嗯，还有再加符咒帮个善信。是。